你上一日我哋去边度啊？人山啊！我哋而家系咪上斜路啊？你上一日我哋行完嗰个斜路上嚟系咪啊？你攰唔攰噶？攰唔攰噶？咁我哋而家行楼梯，你仲行唔行到啊？我哋而家行咁长楼梯喎，行咁长楼梯上去喎，你行唔行到啊？你自己行系咪啊？好啊。你不是说自己行楼梯的吗？现在就跌跌破了。我们去哪里？你想我们去哪里？不是啊，我们去那里楼梯啊，不是啊，上楼梯啊，不想啊，你又说行山的，又说自己行楼梯的，是不是很热热啊？是不是攰攰啊？你自己上不上啊？你自己不上是不是要跌跌步啊？你攰不攰啊？不攰啊？我们现在一起上了没有？我们上楼梯啊。前一你攰不攰啊？不攰啊？为什么不攰啊？你有没有自己行楼梯啊？有没有要跌跌步啊？是不是要跌跌步啊？跌跌好攰啊，而家。你不是说下次带妈妈咪行山啊？耶。如果带妈妈咪行山呢，你不可以用妈咪抱啊，知不知啊？跌跌步啊。哎呀，跌跌步啦。你想自己行下啦，跟住攰就叫跌跌步啦。就不可以叫妈咪抱啊？点解啊？点解唔可以叫妈咪抱噶？点解啊？点解唔可以叫妈咪抱啊？夹咩？夹乜嘢啊？夹姐姐啊！夹姐姐，妈咪攰攰噶，知唔知啊？妈咪冇力抱噶。姐姐都冇力抱噶。姐姐都冇乜力抱啊，其实。不过。爹爹有力抱啊！系啊，爹爹有力抱啊，叫爹爹抱啦，啊，唔可以叫妈咪抱，知唔知？你想抱啊？你想一抱，你想抱爹爹好唔好啊？车爆咗，车爆咗边个啊？头先行咗呢度系咪啊？水爆咗啦！边个水爆咗啊？爹爹，爹爹水爆咗啊！点解爹爹会水爆咗噶？因为你上因要爹爹抱啊嘛！中招你最中招！爹爹胆小模式，呀！系啊，行后山嘅，系咪攰攰啊？冲凉啦，饮汁汁啦，饮唔饮汁汁？我哋行咗呢度楼梯系咪啊？后边就楼梯啊！我哋下次带埋边个嚟啊？妈咪啊！下次带埋妈咪嚟啊！你不可以叫妈咪抱啊，知唔知啊？妈咪冇力抱噶喎。行完嗰度啊？系喎。好唔好玩噶？好玩噶，下次行唔行得到？行呢度啊。行呢度啊。系咪上楼梯啊？